今天是2020年7月27号，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？快了。今日是2020年7月27号，今日祖国统一台湾没啊？快了。 Today is July 27, 2020. Has China reunified Taiwan today? Very soon. 今天的视频主题是青蛙。其实严格来说，我今天所说的蛙的话，它是牛蛙，它是一种食用蛙来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想给大家看一下我跟牛蛙的那些事儿。因为在台湾省呢，有的台湾人觉得台湾是亚洲之光，是这个亚洲的民主灯塔，觉得台湾呢是 No.1。 那么台湾人觉得台湾是 No.1 这种看法的话，这种井底之蛙的看法，那我也来配合一下他们，来跟台湾人说一下我跟牛蛙的那些事儿。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。这是我们点的螺蛳粉，这两份的话是普通的螺蛳粉，我这一份的话就是牛蛙了下面的话是牛蛙，呱呱呱哇咖喱贡哇咖喱贡终于试一下牛蛙了。哎，台湾人看到大陆人吃牛蛙是什么感觉呢？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牛蛙，这是一个牛蛙，尝一下。这个就非常嫩吃完一个了，再来一个牛蛙太爽了。我的这一个辣度的话是中辣，刚刚好啊。呱呱呱，呱咖喱贡，台湾 No.1 啊，台湾 No.1。来，再来吃一个笋，再来一个牛蛙，再捞一下。其实这一份的话，料非常非常足。肉也是非常大一个，好好吃。再吃个土豆，呱呱。呱呱呱。